未经生我随时我，生我之时我是谁？来时欢喜去时悲，合眼朦胧又是谁？佛教经典故事，千金小姐万金花香，在世情缘。秋冬是自然的变化，人的运命敢是出世就来注定。花开花的声流转在一条线，世情冷暖尽在人的心肝，一切又在你来看。若要讲人生啊，留袂着青春的影，岁月已经过一半，也是随缘。在世情缘故事来讲到着玉林的师父，也就是总恩师的主持，当众人的面头前讲玉林只是一半的徒弟。玉林为着要证实师父敢有讲唔对去，佮专工到着师父的疗房去请示师父，殊不知师父竟然伫个面头前讲无唔对。表面上看来，我有两个徒弟，其实只会当算一个半，而这个半个徒弟就是玉林你。只因为话语，甲只因为看法，和玉林的自尊心遭受了真重的打击。如果讲伊的师兄兴头回想，是半个徒弟，安尼生伊还阁有一点仔心服口服，因为伊个师兄敢若在通食，在通困，一个是摒扫一个大殿，其他的时间拢总是伫六连六连一个佚佗。也为虾米我遮尔啊认真，遮尔啊认真，似乎只把我当作是半个徒弟，这个买食。唔叮当的师兄，却是师父上个得意的徒弟，这太不公平了。当然，这个可比讲一个真乖的囡仔，也得袂到爸母对伊的疼爱。偏偏迄个较搞怪，爸母呢却是非常的疼惜伊，也难免有人的心态会感觉不平衡。玉林一方面心肝是在想讲，啊，莫非师父你破龙时啊，拢无咧注意到我两个师兄弟的这种真正用功的情形，或者是讲师兄真正这尼啊高做表面，和师父你看不清到师兄伊原来的本性嘛？自从师父讲玉林只是伊的半个徒弟，
有人感觉心灰意冷。是啦，其实每一个人都也是需要人的鼓励，需要人的赞叹。有人的娱乐，当然心情就一定会较快活；有人的赞叹，当然会更加真正。但是当你付出的一切，却是无当受到人的认同，尤其是玉林，伊是一个好胜心真强，伊希望讲师父会当呢来个赞叹几句，就敢那亲像师父注意爱去欢笑娶亲，伊也不辜负师父的寄望，去将着这件甲王小姐的这段婚姻来个圆满结束。伊嘛希望讲倒当个时，师父会当对伊赞叹而乐。殊不知师父的表情敢若亲像讲，这一切拢是理所当然。但是玉林伊究竟是少年，心肝内非常的不服。今日个是我玉林有法地来控制着我的这个情欲。今日个若是换做别个师兄弟，敢真是都会当安尼将着这件代志办得这样圆满。我无好色，也不贪财，更加呢未去攀缘爱什么款式，干那一心一意要在寺院真正修行，将来希望讲会当弘法利生，度脱众生，了脱六道生死。但是到今仔日，我有念才知影，原来一切付出。家己的看法不见得是别人对咱的认同。因那安尼想，我搁再真正，搁较安怎做，也是白费了。自尊心受到严重的打击的玉林，就自安尼想，将着师父这的话一直藏伫个心肝内，逐天都变作闷闷不乐。本来玉林伊个人缘嘛真好，虽然讲有一点仔傲慢心，也毋过伊相貌庄严，举止行为拢非常的威仪。总归是大大细细的师兄弟对伊拢非常的介意。但是这段时间，玉林闷闷不乐，将着所有一切喜怒哀乐拢甲他写伫伊面上，变作袂爱甲人讲话。干那头点点去做一香客事。你有看到玉林师兄吼？最近自从去娶亲欢笑，今麦搁倒转来寺院了吼，拢袂笑呢。嘿啊，对呢。你甲看，伊安尼吼，一日干唔干那安尼吼，安尼闷闷不乐。敢会因为在想迄个王小姐？嘿啦嘿啦，大概是啦，一定吼，唔甘啦，唔甘讲迄个王小姐生做这尼啊水啦，当初欢笑去娶亲是师父的旨意啊，今麦阁倒转来是伊，这嘛是师父的旨意啊，玉林拢照着师父的安排一日做，拢伊无伊家己的想法，所以可能这样的安排，互伊吼感觉未爽快啦。咱出家人唔好担遮安尼一日干咧做口业，迄是你咧讲的，无我来问。总阮是大大细细师兄拢以为讲玉林闷闷不乐，是毋是因为咧后悔着将着王小姐啊这个婚姻来个结束，所以对伊都一点啊。无解了解误会，这件代志看伫主持师父的眼中，伊心肝内当然真清楚，玉林到底是咧想啥货，又搁是怎样闷闷不乐。所以这一天，主持师父的专工将着玉林甲庆头回想这两个三兄弟。叫来到着伊的寮房，拜见师父阿弥陀佛，师父阿弥陀佛。
真好。我想要知影讲，恁两个师兄弟，好龙时啊，伫寺院，是不是真真正一个研修经典，或者是讲真真正为中文系一个做修持甲付出？师父，我吼，逐工吼拢足早就起来呢，安尼暗困，啊早起来，早时啊吼，人阿未拍板，我就起床安尼，所以师父吼，你放心，若是师父你交代的话，或者是讲你交代无对的，我庆头拢做甲足好的啦。这个庆头师父听起来阁敢那亲像，那真好甲师父抱得着。有人听到伊个师兄庆头安尼一日讲，哇，心肝内非常非常的不好，目睭就安尼雄雄甲伊个师兄甲认一个。那讲是我有人，阿未拍板就起床，或者是讲我伫大殿担任的香客师，我的职务甲着我的做工课的责任，拢是绝对受到规寺院人对我的娱乐。也师兄伊，得敢那斋汤食，斋汤困，伊竟然伫师父的面头前讲伊是安尼无眠无日，一日为寺院一日拍拼，哇！出家人不打妄语，这种的白贼话，伊也竟然伫师父面头前讲会出来，莫怪哦，莫怪师父讲，师兄确实伊的专心的徒弟，啊，我这种未敢抱的人，未讲好听话的人，只是师父半个徒弟，哦，原来打妄语竟然会当讲到这尼啊好，普通时啊看这个师兄六年六年。殊不知伫师父的面头前伫讲话，哇！伊的辩才却变个这样尼啊好啊！好，你两人所作所为，师父拢总清楚。当然，幸好你的认真，这也是应该。师父对你真赞同。师父家有一部《妙法莲华经》，你来知影？伫个古早时代，这个佛经要流传，拢完全是靠抄写。这两本《妙法莲华经》伊也是人抄写落来，所以师父要看恁两个师兄弟修行到什么款的程度，会当将到这。一本的《妙法莲华经》来个抄写完毕。哼，师父，啊，这《妙法莲华经》伊总共有80,000卷呢。哦，啊，这若要写个完，唔知得爱写个当时呢。是，所以恁一人摕一本去写，愈紧愈好。师父和恁的期限是1个月的时间。但是要注意哦，在抄写《妙法莲华经》这个字体要工整，一定要改写得真清楚，一点一笔一画拢总袂使写错去。写完了后，才给等来交我。我想要知影讲，恁两个人对着佛经的抄写到什么款的程度？这个时阵，诶，玉林心肝内就想讲好了，为抄写《妙法莲华经》，就会当知影讲到底是我玉林较敖，或者是呢庆头师兄伊较敖。因为普通时啊，玉林都有这个读诵的《妙法莲华经》，这个《妙法莲华经》是真长呢。啊，若讲这师兄伊凡事。念无三步，伊就困去了。啊，他即马师父爱用1个月时间，将着这个80,000字的《妙法莲华经》来个抄写完毕。1个月，那对我有人来讲，真有可能我等伫半个月就来个完成。原来是师兄伊一声，我看伊要摕什么来向师父交代。
你叫林的心肝呢，当然对着师兄有一点啊非常的轻视。本来阿哥袂遮讨厌，但是师傅对着伊娱乐赞叹，甲当作是伊得意的徒弟。叫林心肝呢，阿哥会当稍稍微的接受的这个师兄。也毋过即卖呢，看来这个师兄熬白擦，阿哥熬到师傅破，伊从此了后对着这个师兄就非常的看轻。但是心肝那么想讲，不但袂当看轻，啊，唔过呢，也袂当小看了他。伊总是感觉讲，师兄敢那亲像稳重一个甚物款的代志同款。是，其实这其中一定有个玄机。为甚物师傅主持师傅，唔是一个这样袂好的人？一个这么乖，一个这么庄严，也一个是安尼，一天到暗安尼戆戆啊笑，疯疯癫癫。为什么伊偏偏的疼爱着这个疯疯癫癫的大徒弟，然后去疏远着伊这个小马庄严又个这样啊真正的玉林？是师父有意要来栽培玉林，或者是讲故意要来讽刺伊，要来刺激着伊，让伊当较真正？或者是讲，这个庆头师兄伊大有来头，或者是讲深藏不露。依我看来，应该拢总有。所以呢，要认真讲，凡事唔通看表象。千金小姐、万金和尚的在世经验，每一段拢非常的精彩，咱一定还阁继续甲听落去。来注定，花开花的香，流转在一条线。世情冷暖尽在人的心肝，一切犹在你来看。Thank you.